哎，还有钱嘞，还有钱嘞，大爷还有钱嘞，地还有两毛嘞，咦，这有钱，那个时候的一毛能当现在一块钱花，能不能大爷？家人们，拿来，不干啥。家人们，看，今天又捡着漏了啊！给家人们分享分享都是啥？捡了一包这个玩意儿，那个叫什么？小孩玩的那种卡片，我小时候都没玩过，我看挺好，我给捡出来了，你看，挺好是吧？看看王二会不会玩。这个是怎么玩的？就像那小时候削那个烟火皮似的，是吧？有点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啊。这一大袋子可不老少啊，这可能是谁家有小孩玩的攒那么多，就这些东西买得花多少钱这一张？你看啊，就是带方便面里头那个卡片。这个你带过方便面呢？里头有这卡片？对呀。啊、嗯，不是他们专门买的。不是，他们小当家里头。学当家里头就有这玩意儿，就这卡片啊，就是这样卡片。这得带多少方那个方干脆面呢？干脆面它那成箱有啊。啊、嗯，不到。它这玩意儿是成箱的。你看这好玩意儿。是啥叶菜？你比我都懂的啊！有这玩意儿还能当那个书本卖了啊？搁书本里头捡出来的。这木头是纸壳的，也不是纸壳的。纸壳。木头的，你看像木头。这你认识几个呀？这个拿着十大元帅呀，这上面写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57位上将，这十大元帅吗？哪是十大元帅？哟，还有个小卡片。这不是朱德吗？朱德和这不是彭德怀吗？林彪、贺龙、嗯，你还认识几个啊？这是刘克成，这是贺龙。啊，这东西是不是人家买的要收藏？胡龙怀收藏书都有，再看着天好合了，你认识两个得了啊。叶剑英。啊，叶剑英，这都认识你哈、啊，还整还有一袋子书。咱搁这边看，这边收获哈，找个不挡害的。今儿收没收好东西？今儿没有，这没有，全是纸壳子。今儿你都可足了，来个车子就往人车看，有没有好东西？1969年5月的，妈那时候还没有我呢，60几年的都烂了。现在这个树哈越来越少了。6年前那时候我干那个收废品的时候，那时候真多呀，也没留过呀。这现在还有需要有要的。咱找找留点，以前都没留，那可惜点了。这要书75年的，这哪年的这个小学这个课本书这个哈、啊，历史，这是俄语，这不正儿八经的叫什么玩意儿？叫英语吗？不认识。这也是高级中学的课本，这是哪一年的？妈呀，58年的，58年那时候人都饿死了，那时候是不是？五八年那时候是不是可那时候可苦了那时候哈、啊？64年了，就那58年那时候这饿死多少人是吧？那时候还有鼠还能留到现在，你说这最好家庭条件了是吧？这个姑娘长得漂亮啊，这是啥？不认识，不认识写的啥？咦，你看人家这字写的多好啊，工整的。咦，这别把人家曝光了，这有地址有啥的？这一摞书啊，看这个，这是。选集，这是哪年的？这是1967年的。你说假的不能有钱，办法。1976年，这是一家的书，真有年头。这是干啥用的？你看那时候才7分钱，你说搁现在7分钱能买啥？里头没有钱。这个是手写的吗？像手写的哈。道法讲义第4篇，招虫子咬了。你看，那都是一个年代的书。这是一家的。爷，这还是成套的吗？还有第4、第5吗？你看，还有第7篇呢。以前的书挺薄的哈，不像现在书挺厚。71年的，这好啊，这个碎的写的。这是唱那个叫歌谱是吧？啊，那时候老歌真好听。这是啥语啊？这是那个韩国字啊，还是小日字啊？整不懂啊。薛西雷，哎，还有钱嘞，还有钱嘞，大爷还有钱嘞。哎呀，小一毛的，这可是古董啊！这正儿八经古董，是不是？一毛和两毛，这是几毛？这是以前花的钱是吧？这正儿八经古董了吧？现在都没有了，现在有就是给人家花不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一还有2毛的，那个时候的一毛能当现在1块钱花，能不能，大爷？你看这个是钱吗？啥玩意儿？这个是钱吗？这啥玩意儿？咦，这个好像是。中央银行34年，大爷，这民国钱是谁的钱啊？孙中山的，国民党。国民党孙中山的钱了，啊、嗯，那时候钱要留到现在，可正儿八经是古董哈、啊，这能值钱？古董就碎了呀，碎了不值钱吗？一溜人呐，
那就咨询咨询吧。咨询咨询能值多少钱？能不能给10块钱？出两板呢，没赶上。我中过花的钱，3块钱，回去1000块钱。你在那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家人们，这个都两半了，能顶10块钱，可惜了。先搞它，继续看还有啥哈？这啥呀？你们自己看吧，我也不认识。这字儿写的，这是不是叫是那啥叫那个？这个500我认识，这是不是真没字啊？是不是？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不是算数两个字哈？一看就是学算术的是吧？看这小那个啥，这是瘦的啊。我就这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1毛的，也多好那时候钱哈，老好看。还有没有？我看瘦的书本搁书本里头捡出来的，现在是少，越来越少了。以前多，见过这样钱没有？就上下1毛都这样。上下1毛的，是的。我小时候花的就是1毛的，那时候要1毛钱买笔，给过没有？是吧？那小时候还拿鸡蛋。换呗，那时候小时候也不懂事哈，拿了鸡蛋偷着换吃的那时候，现在手都丢人哈。毛爷爷，人家这小叔其实那时候人哈，拿人呢拿着还挺方便的哈，看完了往兜一揣，随时随地都能看，他不占地方哈。这都57年了，这管事不管事？不管事了。现在都叫古董了，现在没有了这个，叫古董了。月饼纪念章，咦，这是个木头的，哟，还有这玩意儿的。我上回捡那个可新了，那个这是个奖章。俺那会儿都要这老古董货，现在我都收，不用找别人买那个卖了，现在我都收。哎，这个没有上回我捡那个新哈，上回捡那个可新。那个都卖了哈，这个东西这马拧的都有纪念意义的是吧？但你发到人家手里，它就是个纪念章，没有用了就扔了。这还有个小的，不行，我得找个东西垫呢。我脚麻了，我拿个板凳吧，脚麻了，快！就是个小的，这他俩这盒一样的，应该是一套的吧？咦，还有个小画书，你看，俺老家就叫画书，东北人叫小人书。现在你看这玩意儿。不歇哈，其实俺小时候都没落着看过这东西。你说家里穷，俺家姊妹那么多呀。哎呀，脚麻了。这小我上学的时候，这书我都没落着看过。俺大爷不给我买，你爸还不给买，还说你跟你三姐上学上的大，是不是？你上6年级，你大姐上1年级。我今年我上4年级。上6年级？哪上6年级了？没上。上4年级吗？啊，就上4年级。4年级、5年级没读几天。那时候没学过的东西，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上学脑瓜子笨，学不会，要不愿意上了，是不是？三你四姐啊，你四姐上过学吗？俺四姐也行，俺四姐会写自己的名。她写名她不认。那个时候都崇拜毛主席哈，这都是毛主席的书，是不是？这个戒指可不赖啊，这个戒指。啥？这个戒指。这个？哎，捡了个戒指子。捡个戒指子，那个不好，你拿在那个好，这个好啊，金子的，这个金子的可不是捡的呀，这个，这个不是捡的，别啃人，不是捡的，这个是捡的，这个你看这个可黄，你看，也可黄了，这个，经常搁那小破包里捡出来的，今天没少捡着哈，啊，捡一包好东西，家人们展示完了，喜欢蓉姐的，点点关注，点点红心啊。